愿爱江宏杰甜蜜的家庭再添一个小 baby。 江宏杰在脸书贴出夫妻跟女儿小小爱亲碰弟弟脚丫的照片，并表示小小杰三号出生，长相帅气，身高51公分，体重3110公克，母子都平安。福原爱跟江宏杰2017年10月在高雄生下大女儿小小爱，相隔1年半在迎接二宝，江宏杰全程陪产，而生产第三天福原爱就出院。虽然日本没有坐月子的习惯，但福原爱身为台湾媳妇，这一胎依旧选择月子中心，要用台式坐月子来养身体。同样有好消息的还有赵又廷跟高圆圆，结婚5年常常被问到肚皮的动静，现在总算求子成功。赵又廷说，每每遇到大家的关心，我们总是回答顺其自然，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的，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祝福。而赵又廷的爸爸赵树海也透过讯息回应，赵家有喜同欢心，迎接幼园的结晶，兴奋之情表露无遗。39岁的高圆圆属于高龄产妇，目前怀孕超过3个月，逐渐减少工作量，以养胎为主，也让人很期待男帅女美到底会生出个小又廷还是小圆圆呢。